哇，好多糖果！哇，金币！金币啊！这是巧克力。爸爸，你这一题。阿兰今天实现糖果自由。糖糖九九哟。对呀、啊。牛奶糖，它好像多多哟。对呀、啊，它是多多造型的。我们今天呢要带安安来挑战1000块买年货大街，给安安采购零食饼干，然后看安安会买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出发咯。Go！ 什么？年货大街最重要就是有一堆糖果，然后就拿个袋子，这边抓一把，这边抓一把，然后看总共抓了哪些糖果，再去称重量，知道吗？嗯。所以我去找糖果。Go！ 我们往前走。哦，好多东西哦。你要想要吃什么吗，安安？切糕，要不要买这个给哥哥吃？还是再看看？再看看。好，谢谢。可以请你吃一下啦。要不要吃？要不要吃一下？要不要吃？吃看看。不要。谢谢妈妈。好，谢谢，拜拜。你看这个嘞，还有哥哥你最爱吃的。啊，看到了。那边还有飞机饼干。加100块，一百块。哎，那、啊、你来给老板。哦，好，100块哈、哦，谢谢谢谢。老板，好棒啊！哇，那你是蛮会买的嘞，好主见。帮你拿吗？不要，老板拿钱，再转，再转，再转。他说的是那个打苍蝇的。哇，好多糖果。这是巧克力。爸爸，你这一题。啊你买几个给哥哥好不好？拿个袋子来装。看到这个？啊。这个拿汽车。好。来，妈妈抓着你拿好了。买两个小汽车。好的，哎，你要付钱。结账。结账。好。哎，好棒！来等你，谢谢。谢谢。这个是香菇，很大的香菇，特大的香菇，跟中的香菇，还有小的香菇。天哪，我去给阿妈煮汤哦，很好喝。弹珠汽水。对。看到玩具了。你要买这个吗？上面有写价格。跑进去。50块，来，50块，好，谢谢。要不要给你装起来？要，好，放一起，来，给你放一起。来，谢谢，拿好哦。谢谢。来，先跟他们说，来，好棒哦，继续放。哇，好亮的片啊！哇。哇，这是里面有玩具跟软糖的。你在玩什么？来，我帮你拿。哎，捡起来。对，我可乐蛋耶。好难，蛋蛋哪里？哪里啊？啊！什么？里面有玩具跟公仔。这个是毛起来拿。你确定你捡到吗？确定。后面还有很多玩具，我们可以选别的。什么？我也觉得你的钱会不会花太快？你要什么？要两个，这两个。好多、哦，哇，好多糖果、哦，这个蛮可爱的、啊，你要不要一个？谢谢姐妹，怎么那么可爱？你还要什么？好想吃棒棒糖、哦。也太可爱了吧！特牌巧克力，哎，好可爱哦！你看动动乐园，哎，哇，马上被吸引，这个多少啊？不要！小锤子，还有这个小米头，好，买一个，买一只要不要？小锤子，对。好 ，OK， 谢谢你。
多打我们来看一下多少好 OK 老板测试给你看了来刚刚你看等等开灯来你看有亮亮的对不对我们的恐龙蛋是会亮的对有一个花岗球都会发亮的你知道这四颗多少吗四颗225对所以这些都是100公克100块都是称重、哦、一块对啊，这个是算个，对，20、30，那就是430。430，你有听到吗？你的钱钱顺着要不？对呀，压岁钱没有了。好，收你500哦。哎，哎，顺先生，朋友，还没找钱，还没找钱，找钱，帅哥，找钱，阿西要气球吗？帅哥，送你的，老板，老板，送你的，要不要？好不好？好，要好，然后送你这一次吧，来。带走他吧，这么好，哎，好，谢谢你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好好的，拜拜，下次好，拜拜，大概剩下305元，对，你在糖果那一区分的太多，真的，他很开心。前面又是一区糖果区了。这个是一斤320的、哦。对。我们再往前看，再往前看。果冻。你想买果冻哦。不会，好，阿良今天实现糖果自由，糖果自由，对呀、啊，你想要买什么？这个甜甜甜，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这两个是牛奶变了的，牛奶糖，它好像多多哟，对呀、啊，它是多多造型的，好，我们去结账吧。你剩下300块而已哦，所以你也不能买太多。你知道你快要没有钱了吗？嗯，我现在367哦，全部67。对，那这件的价格真的平易近人很多。我刚来这件的，这件67块，真的很便宜。所以我发现这边每一间的价格不太一样，当然糖果种类还是有差。对，好，走，我们继续放下一间吧。你要吃这个吗？羊羔，这个一盒多少？这100，买一盒给哥哥可以吗？好，好，这是安安买的所有东西。好，还有130。哥哥喜欢喝汽水，我们去买汽水给哥哥，好不好？好。接着我来买汽水。对。妈妈带你去一间弹珠汽水店买，走。这附近有一间很传统的弹珠汽水工厂，我们带安安去买汽水。到了。弹珠汽水工厂，红豆还没买，老板就直接拿单给我做了。哈哈，他那表情好可爱啊！这个一路卖吗？对，130，谢谢。130，刚好，谢谢你。那我剩下800。对。我们刚进去，老板就直接塞了3瓶弹珠汽水，给我们试喝，买6送3。对，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开心哦！安安，你买的开心吗？这些就是安安的战利品，很大包，1000块买这么多，哎，其实也是买了不少的。对，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我们每周五、每周六的晚上8点更新影片，那就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新年快乐！对，大家新年快乐！拜拜！